对啊，对啊，嗯、都。那连胜文会介绍说这个是我的女朋友吗？不必那么样子介绍的，他带回来我还不懂啊。那你会好好盘问他的身家背景吗？我倒没有那样子，嗯，哎，主要做的像一个。像一个大大方方的家长嘛，嗯，对，对不对？对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外国人不行，然后离过婚的要我没有说不行。你想要你想要忤逆吗？这个我们一直主张就族群平等，然后这个世界和平。不是说不聊政治吗？好，那战哥，如果今天像我这样的一个女生要当你们家媳妇，你会可以接受吗？哎呦，我们那只是三生有幸。高攀不到。哎呀。去喝咖啡。对，先把电话留给我。我不仰慕着在旁边看着吧。你配连胜文，可能他个子高一点。来，连胜文出来站一下。那你要怎么？你要怎么跟西弟出去玩？哇！用杯子好不好？好了，平时我们可以开始。起码要依偎在他身上吧。比如说刚交往。刚刚开始交往，然后我们要去看电影好了。嗯，那你觉得我们应该要采取什么样的姿势在录？我当然是我站左后方一步，对不对？这样太像广告了。对啊，这样不行啊，一点都不浪漫啊。因为你会搭我的肩呢，还是说你希望我勾你手？对，很多观众朋友在看，所以我们在保持形象，保持形象。哎，我没有形象问题啊，你有吗？你不要让他主动，你依偎就好。好了，不然我们现在一起走，假装你是我男朋友，刚开始交往，对，好不好？预备起。这有匹配的感觉吗？蛮配的啊，我觉得蛮配的啦。不会身高差距太大吗？没事，可以请坐，谢谢你。我觉得这个高，要不要跟战哥去看看？战哥算长辈，你陪他去逛街的时候，你会怎么陪他走？应该也是这样勾着手吧？可以吗？战哥，那没有问题啊，有什么问题啊？真的、啊？那当然了。战哥，请出列一下。我跟我。我跟我的晚辈儿子女儿，哎，晚辈，哎，来，逛街，逛街，逛街。您想要吃些什么？随便。牛肉面好不好？饺子比较好。饺子，好，那我们去吃饺子呗。其实你这个是你的梦想，对不对？跟战哥一起去吃饺子，你不拍下来照片？这样子不勾一下莲姐会太过分。对啊，你完全是他不存在吗？莲姐要勾吗？不用了啦。那我跟 YK 勾啊。对，我跟你讲，不然你跟莲姐勾好了。陈芳宇女士听说非常会走路，我听说你爱走路的行程是中号东路四段捷运的那个地下商场啊。对对对。你走路是为了什么？是逛街还是运动？我走路运动啊，我回家以后再走。你穿这个鞋不好走吧？不穿那个鞋，穿走路鞋。穿走路鞋，就一个人走吗？对，有时候跟朋友啊。那要差不多，我每天都走。要演示吗？要戴棒球帽？不用，因为我走得早。很早。多早？也不是太早，大概九十点钟左右了。那地下街商场都没有开店啊，所以也没什么人呐。OK。哦，我知道，连夫人是不是属于会这样一边走一边这样？常常会有这样的，一边走一边拍手，好像会促进身体健康。我的自律神经没有毛病。连主席服兵役照片大公开，浩哥有在里面。有吗？有吗？不会是他吧？浩哥，会不会拿错了？这个，对呀、啊，很酷哎。战哥，你当时在想什么？疯狂大食客连胜文。纽约市有个地方叫 Woody Allen 啊，有一个地方叫 Carnegie Deli， 就是卡内基卖三明治的。哦，它有种三明治叫 Woody Allen， 这么大一份，全部是牛肉。我吃了一份不够，再叫一份还是不够，我想吃太多肉，换一个虾来，又是一样，这么大一份都是虾。吃完之后，旁边一个老先生站起来走过来说。他用英文跟我讲，他说：“哎，年轻人，我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开始在这里吃饭，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可以吃这么多。你是我的英雄。”连战家的随堂测验，请问连战先生他在追连芳宇小姐的时候，他需要打败
多少个竞争者？请作答。年轻人追你的时候有多少人在追你？年轻人不知道这件事，对不对？我妈只跟我讲，她说十八岁、十九岁去芝加哥访问乔治的时候遇到我爸，然后就一见钟情，然后就后来就搞定了这个。来了，走路是为了运动吗？为了运动。是要走很快吗？尽量快，尽量快。我可不可以看看你走多快？okay, 好不好？来，还是说我是后面追你？哇，真的很快耶！真的算是进步如飞耶！哇，他是高跟鞋嘞，对，他穿这个高跟鞋，对。所以每天要走多长时间？我每天地下街走一个钟点。夏天很热的时候也可以吗？你没有去过地下街，真可惜啊！晒不到太阳，日晒雨淋都没有。没关系，就在地下走。那这里空那个啊、有空调，然后又很干净。那碰到有些路人去搭捷运的，如果是支持连先生的，就会跟你打招呼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如果不支持怎么办？会不会我跟他打招呼？你会？可是有没有民众会有比较恶意的反应呢？没有，从来没有人会没有扮臭脸给你看。没有，真的、啊、真的没有。所以你人缘很好哎。啊，我要大家看起来还很和气。对，不会带给人家什么威胁、啊、不像凶神恶煞。对，连夫人就非常贵气。那连夫人，我很好奇，是您出门就一定会化妆吗？不，我是在你们这里来才被化妆的。如果平常只是出去走一走的话，不化妆。你是要问他怎么保养皮肤这类事？对，因为我近看他皮肤非常的光滑。对啊，有在保养吗？有，我有用一个这个皮肤科医师他自己配置的产品，很便宜，300块。电话抄给我。OK， 2516。会背啊，我常常叫号码都是用背而不用写的。哇，那战哥的电话号码你也会背吗？哦，他还用电话吗？对呀、啊，他不用。不是我的意思，我们两个还用电话吗？直接就是面对面交谈。你们两个人会用手机讲话吗？会啊，会传简讯吗？哦，拜托，这太难了，对不对？简讯没有。没有啦，没有传简讯，因为我们有什么话就直接谈了嘛。那战哥现在还会再说甜言蜜语的话吗？会，真的吗？会做甜言蜜语的事。哇，真的，大概是像情人节刚过2月14号的话，他会这不是台面上的给媒体看的，在家里私下真的会啊，讲甜蜜的话。不过他有时候像情人节那天他老早就把花买好在家里，所以我就。觉得很奇怪，哎，那束花是干嘛的？没有放好，没有藏起来就放在那边。对，没有藏起来放在那边。后来等他回来吃完饭，他说：“哎，要送我一束花。”我一看，已经在那里。所以这是他的老招数，你也知道了。那他会说一些什么？比如说：“哎呀，你怎么永远都这么美啊？我爱你如往常啊，就如以往这类的话吗？”我跟你讲，他对你比较会讲这种话。老夫老妻比较不会讲，不会讲这些的。我们在一起谈的真的是老夫老妻的话了。